董事长郭台铭的长子郭守正独挑大梁出席了旗下永龄基金会的公益活动，大批媒体也追问他接班的敏感问题。面对媒体，向来低调的郭台铭长子郭守正难得公开露面出席公益活动。我父亲当初创办永龄基金会还有希望小学，最主要是因为他非常重视台湾下一代人才的培育，要接下这个重担。小朋友利用鸿海制造开发的电子书包上课变得好方便，聊到下一代教育侃侃而谈。面对接班问题，郭守正选择快闪离开。谢谢你们，不好意思。重回鸿海集团的郭守正接不接班，早就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不过才刚召开不久的鸿海股东会，董事长郭台铭似乎透露出些许端倪。鸿海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操控，但不管谁来接棒，都会继续的下去，安心的购买。和郭台铭排排坐，鸿海接下来要分拆出去的三家公司旗下三名大将也现身股东会现场。过去被视为郭董接班人呼声最高的就是他。我是认为，如果以亿为单位，如果不是三位数字的话，那就很难交代了。但是我们还是保守。白发小平头，原来担任鸿海集团副总裁的卢松青，接下来要掌舵分拆事业中连接器公司董事长，预计从7月1日起正式独立。另外两项事业为奈米碳管和塑胶材料，分别由傅少明和林植本接管。眼看接班梯队逐渐成型，也代表集团不再靠苹果找到新动能。林松青有副台。